大家好，帮帮彤彤看天下，我是彤彤，我是帮帮高博士。我们继续来关心现在的新冠肺炎哈，我们就照中国的说法好了，就是新冠肺炎好了哈。新冠肺炎，那新冠肺炎，但是这是昨天台湾的官员说，我们还是会称呼它为这个武汉肺炎，因为比较容易理解，也不是歧视，因为过去已经都用武汉肺炎来陈述了嘛，为了怕混淆，所以继续他们还是会用简称，就是用这一个武汉肺炎来称呼。好，那我们还是称它是新冠肺炎好了哈，因为我们怕就是说观众会认为说这个歧视的问题哈，我们先用一个中性的名称来称呼它。那其实你如果问我，我比较喜欢称呼它什么呢？我比较希望称呼它叫做党中央哈，中共党中央病毒，中共党中央肺炎啊。那为什么叫做中共党中央肺炎呢？因为其实从习近平这几天的谈话，他神隐了很多天嘛，是终于又出来了。他大概是从北京的地下室冒出来的，好，然后就他没有去武汉，他就人还是在这个北京。那他从北京这个地下这个防空洞吧，这样冒出来之后呢，他就冒出了这些指示哈。这些指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认为全中国啊，关于新冠病毒的防控措施冲过头了。冲过头了吗？是，他认为冲过头了。什么叫做过头呢？你这个疫情还没到顶啊。他说重点要放在经济复苏，然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所以果然就开始有人在做回应了嘛。可是从习近平的这个谈话证实了一件事情：当初在一月二十号之前，为什么疫情会被延宕，没有踩刹车，及时踩刹车，责任应该就在他身上哦。他早就说过了嘛，这个所有的人事安排啊，所有的部署都是他亲自指挥、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错，亲自指挥。所以这个延误的事情下面也说是上层嘛，是也没有批准，所以不敢采取行动嘛，对吧？那这个现在他又发表说不能够冲过头，所以这很矛盾啊。这个疫情现在钟南山本来讲是说14天啊就达到顶峰，那么第一个14天已经过去了，现在第二个14天是2月10号，那么也会达到顶峰啊。但是钟南山又讲说，哎，也发现了这个无症状的这个潜伏期啊，会有24天。是，换言之，已经就埋伏一个伏笔了，就是说20号也不可能达到顶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说不能冲过头，其实没有啊，这个疫情是越来越严重啊，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怎么又瞎指挥说冲过头呢？如果这就说冲过头了，现在开始复工了。那一面隔离，一面又把群众聚集，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太可能。那现在的地方政府的这个反应就是，对，我们开放所有厂商申请复工，然后结果呢，通通不准。这是显然是中国的这种应对的模式哈。反正我做啦，可是你看他们没有足够的这个这个防护。那听说，我不知道真假了哈，我们看到有这种对话，就是说他的公司呢，就说他要申请复工，然后主管机关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准备足够的防护的措施？”他说：“有，我已经准备了一万个口罩，因为我要复工嘛，我准备了1万个口罩。”结果1万个口罩马上被征收，然后照样，因为你的准备不足，所以不准复工。就这样子，这是强盗逻辑嘛？不过这个。共产国家这个独裁国家，这个就是很矛盾了。我想我基本是站在基层的立场了，认为是不能复工嘛，对不对？你这复工的话，你这隔离不是都白费了吗？对不对？一面隔离，一面现在又把人群聚集，而且真正复工也不可能全面复工嘛。第一个工人就返这个回来的人数就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你都城都封了，他怎么能够行动呢？第二个，你的原物料也不可能支持你啊，对吧？你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只是一个口号了。我想他，神隐可能比较好一点了，真的，因为出来讲马上就讲错话，就马上讲错话。可是你会觉得说，到底中共有没有可能改好？
因为从 SARS 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们今天因为看到了这个有医生因为出来李文亮啊，因为出来吹哨子，然后被这个惊声之后，然后他自己也罹患了武汉肺炎，然后去世了嘛。所以很多人就是歌功颂德，开始在称颂他是英雄。那我们李文亮是不是英雄，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可能他有争议性的事情，他是有争议性，但是他是被害人，这是确定的，没错。好，但是他是站在。共产党的这一边，是，对，所以他现在，他也是站在啊，他也认错啊，他也盖手印啊，他也服从党的领导啊，他说明白了，对，但是我最后你这条命就送掉了，是吧？那可是我们就想到，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蒋彦勇医师，对，到现在被消失哦，也是被晋升，对，对。如果没有他那样呼应的话，我想那个 SARS 还是没有办法，可能问题就像还会多久，就像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一样，还是会多久？对，因为大家是，哎，中共一直把面子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认为蒋彦士那个时候也是。他不同意死的，这个死了很多人嘛，他是医生嘛，蒋彦勇，对，蒋彦士的亲戚了，是，他是浙江人，没有错，他浙江杭州人，对对，所以现在他也不知道了，因为这次事情发生，他没有发生嘛。听说他被强喂了那个丧失记忆的药啊，他被软禁，被强喂了丧失记忆的药，丧失记忆，丧失记忆的药，对，哇塞。这个，所以这个共产党，我们因为跟共产党有打过交道嘛，所以我是认为这样的一个政党，其实对中国是一个伤害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复工无期哦。不过我们希望这个疫情过后啊，才要复工，对吧？也许很多人在期待说，也许5、6月。那也必须啊，不然都怎么办呢？对不对？你难道又重新来了吗？你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封城封城，然后你又把它打破啊！而且刚刚也我们也分析，你人员没法配合，你原物料也没办法配合，零组件也没办法配合，所以我觉得这勉强开工的话，开工的话就对这个还是。一鼓作气把这个事情把这个消灭掉，是上策，还是上策嘛？对。可是他现在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消灭他了，因为堵不住了。那堵不住，我们来看，从产业来看好了。确实有人说，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个防疫嘛，把它围堵。可是实际上是堵不住的，堵不住他才会做这样的判断，说我们还是要冲经济，因为不拼经济，疫情又堵不住，那亡党就在眼前嘛。那你复工，那你死得更快啊，这个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对不对？现在你堵不住，最主要原因我们就说这个武汉这个肺炎，或者这个新冠肺炎这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有一个这个感染者，他没有症状，这个是才是问题嘛。那你除非你能够快速的筛选，即使没有症状的你也筛选，然后隔离，他是阳性你隔离，除非你能做到这个，你才能根绝，否则你永远根绝不了。等他发现了，然后他已经又影响了一批人啊，所以这个。可是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昨天的新闻，就是中国承认他们的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的筛检的试剂啊，有一半是无效的。试剂本身无效啊，试剂本身无效，所以才会测不出来。还有假试剂啊，不是假试剂，是测不出来。测不出来，对，测不出来，测不出来，有一半是无效的。这个有很多不是案例吗？就是测了很多次，是测不出来，就是因为试剂有问题。他们试剂没有办法真的去测出那个核酸，检验那个核酸。好，这是技术问题，这是技术问题。好，还是说品质问题？技术跟品质都有问题，因为是太短的时间要去生产这个试剂，所以试剂本身不是假的，而是事实上是品质不到位。好，那有一半是品质不到位了。哇，这个数字太大。然后再来是因为呢，他们就规定这个数字的成长必须要在2.1%左右。
维持这个现行。这个，所以这个规定实在是，因为上层不开心嘛，所以他们就要维持这个数字。那可能到最后，骗子到最后被自己骗了，这个其实在中共身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所以他们相信现在在中国的除了武汉以外的疫情数字是下降的。好，这个根本不可靠。对，这个数字当然我们有太多人分析了，不可能那么精准了。这个致死率嘛，是吧？是致死率跟他的这个罹患证实的确诊的人数，因为你确诊的人数，你就没有办法能够统一化，你没有、就不正确，那你后面的分析都不正确。是，所以我们还是回来看经济。那既然全球的经济因为原物料的问题确实会产生问题，现在其实全球有这个很多的产业链已经断裂了嘛，因为在中国那运是运不出来的，包括广州，广州封城之后，它的其实它的那个河岸那个 海岸都一样，它的那个出货的口市上都封了，封口封户，所以呢会不会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全球的产业链的一个通路？我相信这个制造厂商他一定会考虑到啊，对不对？因为，我想每个人判断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疫情是不可能短期解决。第一个，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药方出来嘛，对不对？第二个，你也没有办法快速的筛检这些无症状的罹患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台商应该有其他的考虑吧？我想是，所以一定。会逼着他们要重新建立产业链，不然的话你怎么办呢？你也供应不了这个。那你对台湾政府的呼吁是什么？哎呦，台湾政府你呼吁半天也没用啊，没有用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再呼吁一次，我们呼吁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我们认为我们台湾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产业通通移到中国去啊，非到越南不可？为什么不能把越南的劳工 移到台湾来，对不对？我们也许不能够把中国的劳工移到台湾来，因为同文同种太管理太难，但是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的外劳移了。那这如果把这些越南劳工、缅甸劳工、其他劳工移到台湾来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烦恼嘛，对不对？就你把它虽然花一点时间把它建立起来，然后，但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劳工政策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劳工政策本身就违反了市场机制，因为我们是个自由经济嘛，自由经济就是你不能去限制这个市场的价值，你要以市场的价值来雇佣，你要以你的需要多少来雇佣，不是你官员随便讲个数字，哎呀，十分之一。就往往你都是错误的嘛。所以如果说修改了这个外劳政策，让它是依据市场的需要来定价钱跟定人数，那我们就这个台商就可以很快的建立起来他们组装的厂，在这样组装起来，那么就不会说我们这个会有断裂的情况，因为我们还有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这些中间体跟这个零组件都是从台湾运到大陆去嘛，所以这个应该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那真正是一劳永逸，而且解决了我们台湾20多年来这个因为产业危机所产生的这些后遗症。而且其实我们跟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嘛，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增加了很多外汇的收入跟就业的机会，那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跟这些国家的互相的了解以及合作的关系，就不会被突然被断行，对不对？所以不但不敢断行，至少对台湾就会很尊重了。对，这种区域安全其实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合作，互通有无，来形成更密切的合作。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在中共在一带一路撒钱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努力去做的嘛，这个是台湾的实力之所在。对，这个也我当然是很诚恳的希望至少在野党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小组，或者是来研究这个议题嘛，不要嗤之以鼻就拒绝了。那如果拒绝的话，那台湾
基本上经济不可能好起来嘛。我们也讲了很多，讲了不是很多次，是很多年了，17年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后呼吁政府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才是一劳永逸，也不啊。这个解决我们这个好像经济要依靠中国，这个是彻底我们跟中国这个产业回来，我们可以啊独立啊，不会那么跟中国的经济搞得那么密切，然后受伤也会跟他一样的受伤。非常的问题哈，好，我们明天见。